阿青，听说你下班都在办公室用这台伴唱机跳舞唱歌？包董事长，没有的事，是阿云呐，不是我。老板，你……那这台有没有日文歌可以唱？报董事长，这台机器呢可以上 YouTube，歌曲人声消除。歌曲完全没有问题，我昨天还唱了很多新歌呢。